I saw sound, heard colors, and felt the emotion of nature in the flow and rhythm of Cao Jun's paintings. In Rongbao Zhai's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in Beijing, Cao's latest exhibition spotlights his fascination with nature.虽然我把它没有画得那么老，但是就是这样濒死了，这样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这种血脉之躯被撕裂的当时的影像。去南极实际上我是带着纯粹是为了发现通常意义上的那个美而去的。那么一直到了南极腹地的时候，突然船长那天就给我们说，看见没有，就在那儿，那个很大的那个冰山，那个冰山正在撕裂，马上就要倒下去。但是真的发生，看到这一切的时候，那种撕裂的声音，那种撕裂的声音，突然感觉到真的就像一个生命体，它在被撕裂的时候的那种哀鸣。当别人在那儿惊呼，在那儿喝彩，那个时候我恰恰留下了流泪了。我是他在那儿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他没有动，但是因为我们地球的变暖，他倒到海里去了。 As a modern romantic, Cao defined his artworks as odes to nature. Whether he uses ink splashes to map out the terrain of New Zealand, or transforms himself into a crane looking out into the vast empty lands to embody his yearning for his homeland while living abroad, Cao takes novel visual solutions to express his heartfelt emotions. 其实绘画是什么？ 它也是一种语言，语言它的作用是什么？是用语言来进行表述，而且呢，语言在历代文化的积淀当中，确实我们的语言非常的高级。中国绘画语言其实源自于书法，那么这种书法的精神，应该不只是 承载我们过去的东西，应该用这种具有传统精神的书法的语言来承载和表述我们所感受到的当下，传递给世界我们当代人的对自然、对生活、对社会的正确的感受。这画呢，实际上是画的我真切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你 这些所有的上面的构成的部分都是用中国的笔墨去进行呈现，但是我试图给读者以什么呢？笔墨传递的视觉的因素，比如这些树木，包括这些光线，这些光线其实是吸收了很多印象的东西。嗯，你可以感到这种光线的这种变化。我想就是在画这些 境况的时候，画这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忘却绘画的那种语言，就任何语言都可以为我所用。这一点上，他们是你的工具，但是是辅助于你想表达的这个内容。像刚才看到那些相对比较实一点，但是这一块，把这种气给它画出来，气是我们东方人所特别的一种有的一种。 我在这些场景当中找到了感动我的那份美好，包括我的那种期望，都在作品里头。我感受到的温暖也在作品里头，所以那些其实是感动我的读者的最重要的背后的原因，因为他们在我的作品里边寻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爱和关怀。
Forging a new path for Chinese painting is not an easy task. During the past decade, living and traveling abroad has made Cao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rt, and such difference has empowered his ability to bring forth a perfect marriage of the old and new for Chinese paintings. Cao is a master at using splash ink and color. 我刚到纽约，我还专门去了杰克逊·鲍洛克的画室。然后，当我看到地板上那些点点啊、滴滴的那些颜料，甚至于墙上这颜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在那儿进行创作的波洛克。我像一个信徒一样，我坐到波洛克的经常坐的那个石块上。我脚底下踩着就是波洛克从远处布尔纳尔找来的石子铺在底下，啊，我也是感受他搓着石子那样的感受。我悄悄拿了一个放到我兜里，很多石子嘛，带回去放到我的工作室。我到那儿，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因为画是在地上，颜色是在墙上，到处都有。我觉得他当时画画的那种状态是极度的自由的，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方向。比如我在画的过程当中，我是拿中国的大毛笔，这么长，这么粗，像扫把一样，马尾巴做的。杰森·波洛克是拿一个棍儿，啊，挑起那个油漆，撒。那么我们是用毛笔。诙谐。In Cao's hymns to nature, the color blue is a reappearing note. Many of his works begins with delicate ink drawings and finishes with a generous pouring of blue pigments.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沉着，它并不会给你比较压抑的感觉，是不是？对，它里边是透出某一种力量，一种哎，对了，生命，太对了，一种生命的力量。In 2020, at the Nassau County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an exhibition was held to explore the trans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r blue in art. And Cao Jun's work was selected to be exhibited along with masters like Picasso and Henri Matisse. 这个颜色后来也被他们称为曹俊蓝，也恰恰因为这个曹俊蓝，让我能够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纽约的博物馆的很大的海报栏里边。更为让我自己不可思议的是，排在我的前面的四位分别是马蒂斯。毕加索、吉诺和克莱因，然后最后第五位是曹俊。在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形下，名字放到和世界级的大师一起，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像没有词儿可以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啊！哎呀，我想我这么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得到了大家这么高认可，首先进入博物馆不容易，那你还和这些自己所敬仰的世界级的大师在一起，就更加不容易。Henri Matisse once wrote that art should be like a good armchair. If anything, I find Cao Jun's work to be like a safe harbor for the exhausted soul. 这个世界不缺乏热闹，而且有很多。冲突，甚至于暴力，人们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理解，我觉得我想通过我的绘画，让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哪怕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我觉得我这个艺术家都对这个社会有了一点点的贡献。Lin Lin, CGTN